又回到同组对抗了。对于我们来说，每一场比赛都不容有失。常规赛进入后半程了，我们只有一个目标，竭尽全力冲进季后赛。上次和 FunPlus 交战有很多细节没做好，这次我们一定会减少失误，尽量拿下这场比赛。克烈冲上来，之前撞到了巨魔，这边继续要巨粘 Lucky， 想杀 Lucky， 千羽这波闪现大招很漂亮，是直接击杀掉了 Jackie Love。现在两个队友比分聊得很紧，我们需要一下这场比赛才能走到更远。我们一定会闯过重重难关，拿到季后赛的门票。我们只要打出训练赛的东西，拿下这场比赛应该不是什么难事。我们亲手完成。好的，那么在经过了一个开场之后的话，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的主题了。那么其实今天这场比赛的话，两支队伍啊，其实都是不能够再输了，都要在今天啊拼尽全力才行。对，说直接点，这两支队伍如果今天这场比赛谁输了，基本上就无缘季后赛了。因为现在关键啊，这一个区整个西部大区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其实啊还是在尤其最后一位置上很有悬念的一个争夺的点的。是，但其实从我看他们两个队伍最近的比赛状态来说的话，我觉得 OMG 最近的状态来说，可能上单这个点会稍微差一点，而反观 FunPlus 的话，可能下路 ADC 这个点会差一点。如果双方队伍有观察到最近的比赛的话，其实可以从这几个点上做一些文章。而且 OMG 他们今天是一个优先选边，他们选择了一个蓝色方，但是他们最近四场小场的比赛都是一个蓝色方全输了。是，所以这一点首先打一个疑问。另外在 BP 方面的话，我觉得小六还是可以拿到他的一个强势打野，但是他可能在gank路线的选择上，我觉得 FunPlus 应该在这场比赛做一个比较大的针对了。哎，那今天的话无状态也是再次来到成都，将会面对老东家，也是今天的看点之一啊。刚才柚子也是说的非常的对啊，那最近的话其实在同样一个时代的这个老战友夕阳的话，最近压力非常大。看一下今天的表现吧，先来看一下 OMG 今天的一个先发五虎名单。上单夕阳打野我的六，中路 Icon， 下路是 Cherry 配合着小五。是，那今天比赛的话，其实来看一下 FunPlus 这边的一个阵容，金贡 Alex 酷，下路是林伟翔。我觉得最近的比赛真的能够看出来，到了最后夺分关键的时候，并没有看到两支队伍能够表现出太大的一个惊喜，这是真的。而且感觉他们现在压力特别大，因为如果说再输一场，从现在的一个积分情况，真的是和季后赛已经基本上无缘了。所以这场比赛真的希望两支队伍能够把这个压力稍微放一下。哎，刚才是今天有 icon 的粉丝举着峡谷天天的牌子，而且可以看到 icon 现在表现很放松，但是哎，老状态的话，今天上来之后感觉是在思考着什么事情，是今天会不会有什么这个怪东西怪套路掏出来啊。两边的一个新老中路之间的对话同样也是今天尤为关键的看点之一。这边也是 FunPlus 粉丝今天来到成都的现场，给到 FunPlus 的这个下路双人组更多的支持和加油，希望今天啊可以给到我们一些惊喜啊，让我们看到今天其实也是有很多粉丝今天是不远万里来到这里给到两支队伍加油打气。我觉得还有一点，我记得在昨天采访京东 Gaming 的绿毛的时候，他有说一句话，我问他为什么每次他们在红色方都优先选下路，他说他们是为了把 counter 位留给上中野。我觉得这一点是值得 OMG 和 FunPlus 去学习的。首先他们要清楚自己队内到底是谁是真正的 carry 点，他们自己心里应该清楚。所以说在前面的选人的时候，有时候还是要牺牲一下自己，拿出一些自己非常擅长的一些肉坦型英雄，或者说在辅助上，或者说在 AD 上优先选择一些英雄，这样的话可以把 counter 位留给自己队伍内 carry 点很强的这名选手。是，其实这每个队伍啊，它也有自己的风格和不同的这个自己的战术套路。对，这个的话其实也可以或多或少的吸取一下别的队伍的套路啊。然后呢，更多的话还是要看一下最近近期训练赛有没有找到一些队伍的全新的一个状态和全新的一些套路和当前版本的一些自己独特的见解。同样的话，今天这场比赛谁先拿下第一分将会尤为的关键。那么同样的话，我们也是期待今天这场比赛双方为我们送上了一个精彩的对决。在后方的话，今天的解说席也已经准备就绪了，让我们把画面交给今天的二位解说。
好的，谢谢柚子，谢谢栋哥。Hello， 大家好，我是十一，大家好，我是雨桐。非常开心今天来和雨桐解说这一场比赛。其实这一场非常关键，因为刚刚赛前不断的分析嘛 ，OMG 和 FunPlus 的话，其实这一局比赛如果说谁输了的话，那距离季后赛其实就已经很难很难迈进了。同时，我们注意一点的是，由于上一场他们的对阵之中组内循环 ，FunPlus 是2-0赢下 OMG， 如果这场 OMG 输掉，他哪怕后面小分追上 FunPlus， 所以他的胜负关系也无法超越 FunPlus。所以现在来说，这场如果输 ，OMG 的机会其实就比较小了。而在 FunPlus 这里，他虽然就胜负关系有优势，但是他小分比较少，他小分甚至比 OMG 还少一分。对的，少一分，但是差的不是很多嘛。两支队伍的胜率其实差的非常非常小，都是33.3%。而且你刚刚提到的那一场对抗，其实是7月1日的，已经时隔一个月之久了。而且就现在来看的话，因为现在组内循环是6场，他们打完之后就只剩5场比赛，对于他们来说进季后赛依然有希望，但是这一场就至关重要。对的，基本上谁拿到这一场的话，和 TOP 的之间的距离也会离得非常非常的近。另外 TOP 的和W 的比赛还没有结束，所以说等一下我们还是可以对比一下。那看一下蓝色方 OMG， 红色方 FunPlus 已经开始了 BP。这边的话是先把千绝船长塔姆，另一边的话是岩雀和剑魔，这里搬掉了9桶，是两个固定搬加个9桶。现在外面优先级比较高的应该是巨魔这一类的英雄，这边是先选了乌鸦，先选乌鸦。外面打野其实不多，但是 World 6因为他有很多自己的英雄池，所以现在来说的话也不着急，先把乌鸦拿下来。但是乌鸦的优先级其实现在跟巨魔比的话还是差很多的，而且佐伊也是一个作为蓝色方首选比较多见的英雄。这边是选择了佐伊和洛，那看一下 OMG 这边拆不拆下路组合，如果不拆的话，后面有可能是 FunPlus 要拿霞的。最近我们也是说到下路林伟翔和刘青松的下路打得并不是特别稳定，所以如果拿霞洛这样一个比较强势以及反抗能力比较强的下路，我觉得应该算是比较好。不过这乌鸦拿出来的话，他如果不拿霞，基本上就是去走 AD 位的一个乌鸦了。OMG 这里 NOC 选下 NOC 也算是抢一手吧， X 之前玩了很多盘的梦魇，哎，我觉得可以选肾啊，现在其实还有肾配合梦魇以及线上配乌鸦其实都还 OK 的，只是说打霞洛可能没有那么好打。对的，不过他早一点拿出来的话，打个配合会比较好一些，配整体阵容。这边还在思考。开始柚子也是有说到 ，OMG 要注意自己的 carry 点在哪，他可以先拿一些英雄，然后把康德位留给上中，就留给真正重要的。这边拿肾配合梦魇进场非常厉害，然后线上配乌鸦也不错，真 counter 位留给上中。对对对，这边是 counter 位留给上中，另一边看 FunPlus 这里选不选霞，拿个霞吧，拿霞是最稳的。洛霞拿出来，然后剩下两边不最稳的其实不是霞，霞的话线上强，最稳的应该是 EZ。 哦，行吧。哎，巨魔，因为这外面确实没什么好打野的，我们大家数一数外面的打野，千绝和酒桶还有岩雀这3手被搬了嘛。然后蓝色方抢了个梦魇，除了巨魔就只有猪妹了，我感觉拿巨魔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但后手 AD 肯定就要被搬了，这样拿的话。看 FunPlus 这边如何针对 OMG 的上中进行搬人。FunPlus 搬中单肯定。这是搬掉。左一之后先搬了妖姬。对。今天我们有看到一盘发挥非常亮眼的妖姬。对，和隔壁一样 ，OMG 和隔壁 W 一样，都是在主场背靠背作战的，都是连打2天，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战术的储备能不能够尽量的扩充一下？因为昨天来说的话是0-2输掉，而且第二场算是被一个小翻的。对的。非常非常的重要。这边是霞搬掉了，那霞没了，霞再搬个维鲁斯嘛，或者是 EZ 2-1，搬 EZ 可以保下路极其强势，如果搬维鲁斯的话，可以就是下路打得强势一点，但是对面会混起来。我记得昨天好像我们看的那场比赛就是洛搭配一个 EZ， 虽然说线上能力没有那么强，但是打到中期的时候，只要他们保证好前期的发育，落在中期的一个开头能力，配合着 EZ 在中期，其实还是蛮厉害的。这里是搬掉了瑞兹 ，Icon 其实要选的话，我想了一下，现在是不是有亚索还可以选？亚索也 counter 左一，而且现在也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把卡莎搬掉了，卡莎搬了，现在是 EZ 和维鲁斯，看怎么选。维鲁斯就是线上打的稍微强一点，啊，先拿给自己留个 counter 呗，先把上路的蒙多给拿到。这边的话看 OMG 的选择，如果要我推荐，我推荐的是中路的亚索，因为亚索现在还在，而且 counter 左一，我觉得这个英雄蛮不错的。上了打蒙多，上打蒙多其实可以拿个诺手，诺手和纳尔都可以。对的，诺手纳尔
然后或者想补一手团攻的话，凯南也可以，其实都行。这边是选择了克烈，打了个冲阵的，这个的话其实这样一选 FanPlus 就只好选 EC 这样的英雄了。他如果选维鲁斯被冲阵进来，没有什么人保护他。是的，他们这个阵容不仅保护的能力比较差，而且在选到前四手了之后，他们的开团能力也不太强，所以最后一手 AD 如果拿不到维鲁斯的话，其实是比较难受的。哎，中单的克烈上单那儿，那这样的话是用克烈来打左一，哇，击多音币之后 ，Icon 这边也是拿出了中单克烈。嗯，看这边 FanPlus 怎么选 ，EZ 确实只有 EZ， 他如果不选这个，其他太容易死。维鲁斯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但是对面有一个克烈，卢锡安其实也还可以，但是卢锡安好像没有 EZ 输出环境好。卢锡安没有 EZ 那么好，但是他中前期的作战能力肯定是要比 EZ 强一些的。还是想打打线上吧，毕竟如果是真的拿 EZ 配落，在下路什么组合都能够在线上打过他们。这边我们看到 Chelly 好像带的是一个惩戒，不知道后面换不换。开始有说过中单如果要打左一的话啊，这边换了换成了一个 TP。开始说中单如果打左一，我比较推荐亚索之类，但是拿克烈其实是一个更加好一点的选择，他不要。就如果他配合一个酒桶之类的，他直接给大招他可以冲进去，但是如果没有酒桶配合梦魇，那梦魇进场你就直接开车一起进场。对的，这是一个究极加速的阵容，而且上路选到一手纳尔也是能够稳稳的压住蒙多。你如果真的把克烈放到上路去打蒙多的话，其实前期会被蒙多压。阵容选下感觉如果中前期起势没有起来的话， OMG 还是好打一点。 FanPlus 这个阵容如果前期没有起来，卢锡安的发挥可能会比较有局限性，但有一点是在于林伟翔这名选手从队开始作为职业出道，在泰式萨战队，然后一直到 NewB， 他经历过很多战队，这个英雄卢锡安这个英雄是他非常招牌的一个英雄，所以不知道他今天的发挥能不能够带领队伍走向胜利。而且他最近的发挥确实太不稳定，上线下线之间来回游动。我这一场选到左一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好去发挥的。对，因为开始我们说到就除了 ADC 之外，中单这个点左一他的发挥空间也还 OK， 虽然在中路打并不是一个特别好打的线，但是因为碰的不是亚索，所以他的中期的发挥空间还挺大的。而且蓝色方是一个需要冲阵的阵容，如果红色方在前期拿到优势，中期进行推进的话，左一的发挥空间会非常非常大，不会受到任何人的阻挠。要看这一盘这一盘蓝色方要看梦魇的发挥。对，梦魇前期要肥一点才可以。上单这个蒙多我感觉也是需要一定发育时间的，他线上其实不是特别好打，因为打一个纳尔，蒙多线上有点被纳尔 counter， 就前期有点被 counter， 而且到后期单带的时候一旦把四一给打起来，那纳尔这边的发挥空间也是无限大。双方阵容已经选定就绪，马上进入 BO3 的第一场对局，对双方来说都至关重要。如果赢下将会往季后赛更进一步，如果输掉的话，那么季后赛很难很难，就算是半只脚迈出去了。是的，我这边伴随着梅泰斯的奔驰五位造英雄 GLA SUV 来到我们的召唤师峡谷当中， OMG 对这场 FanPlus 的第一场比赛马上开始。这场两边的话带的表演不是特别的多，但是 FanPlus 前期好像比较想要求战，他们的上中辅都带了秒表。嗯，这边看起来应该是想要前期打凶一点的，拉一下锁链，拉到平 A 打一下抢攻打出来了。这波打的比较伤了，太舒服啊，因为出兵了，兵线已经交接了，他是无法回家。我看双方的技师天赋带的都还算是比较正常， Chelly 这边是没有带向位猛冲，他选择是带了一个线上比较偏恢复的这个不灭之物，其他方面都差不了特别多。嗯，讲真带不灭之物现在还是比较少见的。对，打上单上路纳尔这边带的是一个艾黎，然后打线上的一个强势，下路也算是平稳对线。这边刘青松洛这里是选择带了一个起风的秘籍，然后带了净化，这是非常有必要的。拉了一下没拉到，嘲讽也走开了，
最近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台下调到两个，这是直接逼了拆了的闪现。这个闪现交的还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保守。想说没必要是吗？因为他刚才被抬了这一下，我们看到林伟翔这他是没有点，就他没有治疗，然后刘青松这里没有点燃的。而且最关键，开始已经一技能脸上交掉了。他一级就算打到了的话，也是打一些血线也打不了多少，可能就是防着不被打残，打残了要回家嘛。对，一旦线上被压，前期经验还是比较重要的，所以说闪现早闪早 CD， 可能是这样想的。刚才也是看到双方的支持率，大家也可以动到掌盟以及客户端来参与我们的一个竞猜。想打一套打出一个不灭之物，线上来说蒙多还是不是特别好打的。这场前期没有优势 FanPlus 的阵容就比较难，真的很难，而且主要是 Alex 这个巨魔他也不好吸， OMG 这边没有什么肉可以给他吸。他这一盘需要前期去克制一下梦魇，不让梦魇发育得太好太舒服。有点想来下路干可以一波，但是 Chelly 这里有虚弱没闪现，而且第一时间看中了没闪现吗？有肾哎，可以拉一下，但是拉到了这边林振强要交一血了，直接线上击杀了这个位置，这就一血了，刚应该是想要勾引一下，结果被拉到了永不复行，这怎么就没了？行吧，这其实有点没想到的。我们看一下这边带的是不灭之握、骸骨渡存、复苏之风和坚定，下面带的是完美时机和时间扭曲补剂。这么一打其实有点难受啊，看一下这里要找破的机会，直接交闪现往后撤，闪现拉链子，这链子还是得拉开的。现在就比较难受了呀，这个没想到 FanPlus 下路出事了。巨魔说勾引一下勾引一下我来了，然后走吧走吧我死了。我感觉他是没有什么必要，因为开始他哪怕柱子顶到第一时间也有点难杀。不是，关键是他带主席带的是一个比较肉的不灭之物，然后还带了骸骨镀层，所以说这样就算想要击杀的话不太可能，可能想来打一下把血线压低一些。 FanPlus 这里他下路是没点燃的，而且第一时间哪怕查理身上还有一个虚弱，他还有一个虚弱是真的很难杀。这一波打完下路感觉 FanPlus 就有点困难了呀，想消耗一波结果把自己的命搭进去了。库尔在中路也是把线推进去，开始梦魇在旁边蹲了一下，也是没有后续了。下路的线推进来，卢仙买了个萃取出来打钱了，这其实就很难受啊，这就是真的很难受。那这样的话，他还不如选个维鲁斯，讲真的。哎，这里要找机会，库尔这里是没有闪现的，直接闪现下来，这个位置给了一个催眠气泡，直接捡了一个闪现，立马走，回头还要去打一套。这波送了呀！这一波 Word 六是打得太过激进，这个位置还要留下，交出一个闪现，林伟翔一个一技能跟上去，但是也没有后续了。其实这就是抓左翼的一个大忌，你不能交闪现去抓，你交闪现左翼可以直接捡。刚才这个位置就是，现在又捡了一个闪现，刚才这个闪现是捡的 Icon。这一波打下来，感觉。OMG 是把自己前期一点节奏给打没了，下路对线打出来的这一波反而是我看到人头上落拿了下来。小六刚刚急了，真的急了，他就没必要这一波强抓，而且巨魔在那个地方可以先打一波巨魔的。看一下回放，看这里，嗯，扩这是铁定走不掉的，而且巨魔就在旁边的。哦，这里是李伟强，他一技能撞墙了，他一技能撞墙，然后这里闪下来给了一个捡了一个闪现，库尔收到闪现之后立马溜，反手给刘青松拿了个人头。这其实感觉就比较急，因为沃德刘刚才有点想去，然后不是刘青松，是这个小五他撞墙了，他这个E技能，这个E技能就怎么说呢，打野有点着急吧，这波感觉他就是觉得必杀局，然后交个闪现下去。经济差现在又是回到一个比较持平的状态，上路的补刀也是拉回来了。两边都不能急了，前两波都是先手的一方出了事儿，现在可以先暂时发育一下。其实你的这个 E 技能有些厚的墙是过不去的 ，E 技能又是被躲掉。FanPlus 这个下路图还是挺灵活的，但是他把线推进去了之后，现在卢仙就是一个守线的状态。卢仙这英雄，如果你前期一直被压在塔里面打，就没那么有用了。大家直接给点燃，对方要互打一套，捡到东西了放一放，
两边的阵容其实都有一个问题，就在于他们都不好点塔， C 位都是比较短手的。那么 OMG 这边他有一个好处是在于他可以让纳尔去单带，这其实比较好的一点。而在另一边 FanPlus 如果要赢，其实还是前中期要打强一点。这里直接开车，直接开车过来要撞撞的过啊，这里直接给一个 Q 技能，被并没有打到，这里已经被打下了马，平 A 平 A， 这是直接完成了一波单杀，这一打二杀了一个，而且他先手打上去，他自己的链子空了的情况下，我是维吾尔的六，他已经要准备飞大了，没想到这里 Icon 就直接找一个机会上去单杀了，行吧，这波直接在中路把气势给打回来了，好吧。至少我们看到了他选到中单克烈这一手绝对是练过的。今天我有看到 PandaQ 发的一个数据，就是在现在所有位置里面被单杀最多的是京东的牙膏，因为他单杀数也很多，但他被单杀数也很多，有的时候主动上去打没打过然后就被单杀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被单杀数的四五六名全是 FanPlus 选手，分别是下路双人组和中单的扩，这其实也是怎么说呢，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小的失误，这样会太真实了。对，甚至在你说的时候他就中了永不复兴，这下路现在没有那么好打，还等级起来。而且乌鸦的饭盒做出来了之后，他现在身上有个秒表，所以说乌鸦压人的时候不用想太多，自己的双招现在全部转好了，就算你巨魔过来抓我也不怕。况且巨魔现在不太敢主动抓，因为梦魇六级了之后你不知道他的位置的时候，他随时有可能在你抓的第一时间飞过来。刘劲松来这边排一下眼，其实两边下路现在都是有机会杀，因为两边下路都是有点燃了辅助。刚才刘劲松是换了一下，把这些精华换成了点燃。六级的乌鸦不好惹呀，现在还是一个有金身的乌鸦。这边拼笑拼得非常快，是看到中路不见直接拼型好，这样的话我们下路双人组撤退。但第一条这火龙属性有点意思，一会儿下路势必要打一仗，看哪边先手来打吧。感觉现在这局面就是先手打的一方一旦没开好的话，尤其是红色方吧，感觉会亏很多。算时间点 OMG 还是厉害，现在还是 OMG 厉害。 FanPlus 要打，现在一定要把优势快点打出来，这个阵容打到后面很难，因为输出不太够。这里两个 C 我们看到，就左一他也是 poke 伤害，他打团作用如果被冲阵没有那么大，而且卢锡安他能打出伤害也没有那么多，一个要肉身打，一个要贴脸打，反正输出环境也没那么好。 Alex 来这边排一下眼，双方都是想围绕这条火龙做一些争夺的。上路现在等级高了之后，西洋已经慢慢有些压制了，这个压制虽然没有那么多，但是没有体现在补刀上，而在体现在一个塔的血量上，现在已经开始慢慢有压制了。是的，其他路其实碰塔的次数都没有那么多，但是西洋可以一直碰。直接来动一下峡谷先锋，找个机会，就是在僵持住的时候想要动一波，但是碰了一下来上了，这里要杀吗？还是有点难，这也太假了。蒙多没有大招，但他有秒表，有秒表、啊、对，有秒表，所以还是很难的。这里小刘在往前，这个位置眼位被控制到，感觉应该有发现，这里直接是给一个大招拍一下，这边是直接接上蒙多，蒙多身上有个秒表，但是被恐惧到，这个人还是交了出来，还有最后一下，这边蒙多是被梦魇给收掉的，卢锡也赶得过来。卢锡过来了之后，这一波直接是要反打，收掉两个人头。这一波啊，就是越蒙多还是有点假，因为开始这几个 AD 出处比较多，蒙多是身上掏了一个布甲鞋的，对的，而且是直接 TP 过来一个林伟翔，这一波他收两个人头，卢锡拿两个，然后巨魔吃一个，这个 FanPlus 起势了呀，算是。不是，他不能越蒙多呀，关键是那个时间点他越蒙多带一个肾过来，一旦有一个人支援到都是亏的，他下来三个人全都是 AD 输出，这人身上是带着一个，还是夕阳第一时间秒表没开出来，他如果第一时间把秒表开出来的话，这一波他都不会经过、对，这边经过第一时间秒表如果开出来的话他都不会死。对，然后这边这一波其实打下来一级一二级被击杀的这个林伟翔现在就有点爽，他现在是拿两个人头二幺幺的一个战绩，待会儿马上就破败了，峡谷先锋再拿下，看一下这个是撞哪一路，谁都不能先手，现在就是谁先手谁出事儿。现在十一分钟的时间打了三波，都是先手打的那一方丢东西，再把中路线给推进去，现在反而因为打了这一波 FanPlus 可以控制好火龙，他们现在下路还能打，可以控火龙，然后下路推线。卢锡安本来前期有点崩嘛，回家直接补了一个萃取打发育，结果这一波让他收俩人头一个助攻，美到不行。不过 FanPlus 如果要打还是要谨慎，因为 OMG 这些英雄的作战能力在线还是挺强的。
无论像是乌鸦啊、克烈啊，包括纳尔，现在作战能力都还 OK， 包括梦魇。刚才虽然说是辅助有亏，然后上单有亏，打野有亏，但是 AD 其实没亏。千里在下路发育的很爽，千里是没有 TP 的，他就在下路继续发育。Fan Plus 现在可能要想一下这个下路前锋留一留放在哪一路，因为上路还要被一直压。但是他补刀领先的不多，他现在推了一大波线过来，卢山吃了这波，两个人也就差几个刀，还是可以接受的。这个、看一下，赢到了，要找一个机会，直接闯走道。直接留到想杀拉回来了，但是艾利克斯大招吸起来，反倒是小五先死了。这个位置看一下，这个位置是有点想打的，我就拉开。但是后手也踢了，这一波劝退。夕阳赶过来了之后，直接逼退了，直接捡一个闪现过来，催眠切换也没有打到，再给一个永不复兴也没有拉到，这一波还是 Fan Plus 赚啊。WAP 机还是打得有点急，感觉虽然阵容。现在是可以打，但是他们还是有点太着急了。中路在推兵线，下路这里现在是乌鸦回来继续回防下路兵线。大胆的想一下，看下一波其实就看谁先手，感觉谁先手还是要亏东西。嗯，第一时间反手能力都还挺强的。对的，就这个时间点，除非是打一波包夹，就五人包夹的那种，要不然打小规模团战，一旦谁支援过来了，那先手那一边必输。待会儿先手可能会好一点，因为现在来说的话，我们看秒表，现在是库尔身上有块秒表，刘青松身上有块秒表，另一边是乌鸦 Chelly 身上还有块秒表，现在秒表很多。对的，如果你要贸然针对的话，开个秒表可以等人。这个位置要找机会，这里要留一下，留一下，这里也是被嘲讽到人头。是让千里挠下，刚才是说到这几个人都有秒表，但是因为开始我们说到是中单和辅助，但是 AD 是没有秒表的，差这一个，还是找到了关键的时刻啊，找到了一个弱点。不过杀了之后，这一波真的很赚吗 ？Fan Plus 还在中路招峡谷前锋，可以把中塔撞掉的，直接撞。这周换塔反倒是直接拿了个一塔 ，Fan Plus 就是把一塔拿下。哎，但下路三个人，这个中塔还能撞。兵线不多，甚至撞过来了之后还能继续推，还是有点难，还是有点难。不过二塔没了，二塔没了。这里好像防守主力不在啊。看吧，这波包夹还是亏的，在下路虽然说拿到了人头，自己家中路被峡谷先锋连撞两头。OMG 拿一个人头一个塔，然后 Fan Plus 这里是拿一个一塔一个二塔，两个塔。对啊，那这肯定是 Fan Plus 大专，因为他中路直接打通到了高地。Fan Plus 还是需要这样的节奏啊，这个阵容打到后面就没有那么好打，现在还是要继续把优势给扩大。哎，而且 Fan Plus 刚刚下路拿到优势了，他没有着急动小龙，他是直接冲着中路先去拆一波，然后现在他再打小龙的话就比刚才更稳。把火龙拿下， Fan Plus 在15分钟左右是把火龙拿下，而且下一条还是火龙，这个刷新的属性也是非常给力。这边要来上路动一下蒙多，蒙多没有秒表，但是身上的物抗是非常多的，现在是有布甲鞋和一个锁子甲，没有着急走，圣也在旁边，但是这个想了一下，怕支援赶到，所以还是没有动手，直接溜了。范普拉在这边下路塔被推掉之后，是把双人组换到了上路，林伟强这一把是机遇风险并存，有人头，但是也有两次的阵亡。这边要杀夕阳吗？旁边是有人在蹲的，没有把人逼走，但是这个塔还是要掉，这塔血量非常低，一会儿谁过来 A 一下就没了。其实我感觉 Fan Plus 可以不清，他可以不清这波线，让他把这个塔推掉，这样就吃不到塔钱了，吃不到塔旁边的钱。我这还是可能他想自己再发育一下吧。帝国世界探一下，这位置给一个柱子，再把眼位排一下。我们既然还是打得很凶悍。这个阵容现在也能打，如果第一时间秒一个人还是能秒的。林伟强应该是最优解，其次是巨魔，因为剩下两个有秒表，杀库尔的话要更多的人能开到才行啊。这个时间点想要直捣黄龙没那么容易。我们记住，要杀他们要杀库尔，一定得杀完之后在旁边，就杀了之后第一波开秒表在旁边蹲着。Fan Plus 人赶过来他们就有点难了。纳尔现在在下路处理兵线，科林也回家了，范普拉斯要推一波上路了，这波上路直接一个扫眼，然后插蓝饰品，把人照光了之后，这波要把兵线带过来。两边其实更偏打架一点，因为我们看范普拉斯和 OMG 两边的阵容，守线能力和这边的推塔能力都不强，所以谁拿优势其实可以慢慢推，
就可以不着急，自己有机会的话推一下，没机会对面守线能力也不强，把边线逼过去就 OK。 两边其实都这样，现在 OMG 要靠纳尔了，纳尔在下路继续带，现在虽然说没有人头的进账，但是说自己发育也还不错，打蒙多是没什么问题。对的，沃德六再把这个红 buff 拿下来，红 buff 惩架，上路兵线也是逼了过来。现在倒是 Chelly 有两个人头挺爽的， Chelly 这两个人头 FanPlus 有点头疼。哦，刚刚亏了一下屏，发现 Top 已经二比一赢了 WE。那现在对于 OMG 和 FanPlus 来说，其实他们离季后赛的席位还是有一点距离的，因为 Top 赢了之后，他的分数更高，又加了一分，就是他们之间现在不算这一场，其实是差三分的。和两所以就是说现在输了的话，那离季后赛就越来越远了。对的，哎，这里漏车了，感觉有点紧张，很关键啊。乌鸦现在是他们的团战支撑点，好吧，身上的秒表还没用，而且到现在还没有开过大招，所以说下一波开团的时候他一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位。嗯， FanPlus 节奏有点断，他们如果要赢节奏还要加快一点，这么继续打下去，欧盟机道冲阵 FanPlus 吃不住的。这个阵容还是要打快， FanPlus 要赢还得打快， OMG 现在是其实不急，他劣势但他不急，这个阵容往后面拖冲阵是特别厉害的。对的，因为他们如果继续往后拖的话， FanPlus 很有可能直接开车，这边再开一个梦魇大招要飞，这个位置留下来交出一个闪现往后走，后面接上所有的输出，上来靠周家人头，现在直接交了一个 TP 过来，要留沃德六，还要留下这边的小五。而 W 这边开到了之后，无状态直接杀掉了沃德六，随后又杀掉了一个想要逃跑的肾。这隔壁被一个柱子顶住，但是两个人都有。这边西亚大招，这留到的是 Icon， 旁边也是睡到了一个，这边是直接过来拍回拍一下，但是没有什么太好的作用，交闪现走。哦，西洋这边差一点也被留住了，杀了一个人，然后 OMG 这边是亏两个人，而且交了很多的技能。拖就好了呀，太急了。嗯，其实刚刚就可以直接把蒙多逼走了之后去拆塔，这样反倒是自己亏了。因为主要是刚才打着打着，每一次他们这种要打架的时候，乌鸦都没来，都好急啊。这波杀蒙多其实很勉强啊，蒙多已经是把闪电给交了，然后进了塔里面，然后好不容易杀掉 ，OK， 后面甚是给了梦魇大招的，然后卢锡安第一时间没飞进去，赶过来了之后落留人。这个夕阳都是运气比较好才活了下来，要不然这一波死的人更多。这波流星松的控制直接二闪 W， 后面再一个 E 技能把大招魅惑也打了一段，人头现在打下来， FanPlus 的优势也是在慢慢扩大的。 FanPlus 现在其实刚才 OMG 找的节奏， FanPlus 可以主动去找，但是他们现在也没有特别急，因为下条还是火龙，火龙拿下再把节奏继续找出来。其实他们想要主动找节奏没有那么容易，反倒是 OMG 在自己应该去发育一下的时候带了两波。现在库尔有点肥啊，411是啊，两件套再加一个秒表，起码无论是输出还是保命能力第一时间都是提供得上，而且卢锡安现在的发育也要比乌鸦好。嗯，其实差不了特别多，但是他这个装备本来是要落后的，还是差挺多的。经济有，经济有，他没补装备，装备补了。这边是回家补了装备，他刚才是刚花过钱的，那补了什么？这边是补啊，攻速鞋给补了出来。哎，团队资源吃的很多，他现在直接已经两件套加攻速鞋了。这边要来争夺一下火龙 ，OMG 要打一波团战。现在如果要打的话 ，FanPlus 要注意一下自己后排不要被冲阵，而 OMG 要打就是往里冲，把 C 位切死。这个阵型其实对于 OMG 来说是个机会的。但是 Chelly 这里被消耗的有点残，而且我们注意一下上一波 OMG 交的技能挺多的，交了上单闪现、中单闪现，感觉有点亏上波打的，所以导致这波小龙团还是要处理的更加妥当一些，如果处理不好很有可能会出事情。这样频繁的出事情应该不太敢去主动搞了。哎，但是如果 FanPlus 想要动这个火龙的话， OMG 是可以接的。现在 FanPlus 就不急，因为蒙多在上路带，金贡在这边把E塔可以带掉。现在的话 FanPlus 塔数是已经反超了 OMG， 4000块的经济领先已经拿到了手里啊。同时我们看到 OMG 这边有人回城，
冷少和夕阳是回城补了装备，一边是补了自愈灵芝拳，一边是看起来像要素单带装，下肩要素破败。火龙已经开始打了，因为看到有人不见，现在 FanPlus 应该是觉得这个龙能打的，把来不及了，来不及了，火龙是叠了两打掉。哎，下一条还是火龙，下一条 OMG 如果要打就不能放了，因为下一条应该是 OMG 能打的一个状态。 FanPlus 现在虽然说阵容拖到后期可能会有点裂，但是现在来看应该是非常 OK 的，优势大呀，现在有优势，而且有两条火龙。对的，这两条火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们双 C 一些比较局限性的问题。不过总体来说还是那个点，就是 OMG 这个阵容的容错率是要比 FanPlus 高的， FanPlus 这个阵容容错率还是没有那么高，他们如果要赢一定要失误要少，失误不能给 OMG 抓住。 OMG 现在这边就是也不急，再慢慢发育，下条火龙应该就是能接的点。中路推完，武装他在中路继续收线，现在三路的兵线其实都算比较均势的，对于夕阳来说其实比较难受，因为我们看到他现在带线是没有什么太好的作用。 FanPlus 因为还有中路一塔，所以兵线一般中路的兵线 FanPlus 都是先推， OMG 中路守线的话人一露头 FanPlus 就可以找人去抓夕阳，夕阳这里兵线是不敢带身的，关键也带不出去、啊、他下落的塔反倒是 FanPlus 可以做一下推进的。现在时间来到23分44秒，再把兵线给清一下，经济差距一直不算特别的大，摩托的坦度也差不多够了，等着再把下一件装备一做就无敌了、这可能是 FanPlus 后面可以赖仰赖的一个点，就是经过这个蒙多肥起来，我们记住我切不到后排，从前排开始切起，那这边 FanPlus 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但如果 FanPlus 被切后排其实没有那么好受。是的，继续推上路线，现在其实 OMG 似乎也想好了继续边带中路线，其实被推过来没关系，在中路守就行。这里想要找一下卢锡安的机会吗？卢锡安是没有秒表的，出来收这波线可能就有点危险，我们看一下算距离，这个位置应该是可以开大的。现在梦魇已经有两级大招，再 等不出来，这不，你等卢锡安来这波线过分了，这波线应该是不会收的，这波线过分了呀，三角草莓视野卢锡安是绝对不会收这一波的，刚才那个就已经是极限距离了。林伟强现在还是稳健了起来，因为也知道团队仰赖他后面的输出，这边再把蓝 buff 拿下去，中路继续推，蒙多的下路也被压了一波兵线，夕阳这边做了一个眼，他看起来是要把兵线带到二塔附近的，这个眼位是防止 gank。武装态现在应该还在等一下自己第三件装备吧，武装态的第三件时间差的还是比较久的，应该是直接来冒做完。对的，上路收兵线，林伟强反正只收二塔的线，只收三角草的河道的完全不收，知道你有可能开车飞我的时候就稳健一些，而现在照这样打下去的话 OMG 其实是比较赚的。 FanPlus 现在他有点不太知道自己这个阵容应该怎么把优势去扩大，首先我们开始说了他推塔有点慢，他边带也打不出去。对的，打团对于他们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打团不是说不能打，但要求很高，因为明明前期自己拿到经济优势，然后两条火龙，可是这个时间点我们看到在 OMG 中路没有两座防御塔都不在，然后上路外塔也告破，下路外塔残血的情况之下，其实兵线一直是保持在河道中游，甚至是靠 FanPlus 那边，或是不敢把兵线顶进去，因为他是个左一，他把兵线顶进去 OMG 来两个人就立马把他抓了。对的，他现在这个秒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现在装备是往帽子走，他现在是暂时没有金身的，就只有这一个秒表用完，他就后面就没有什么生存环境了。打一套，这边小武士来到了半血左右，被炮口到还是比较疼的，这个时间点 FanPlus 还是得去主动搞一下事情，不能让你拖得太舒服了。而且 FanPlus 这个阵容打龙也不快，其实他们打大龙也不快，所以现在看怎么能把资源继续扩大吧。再来把眼位排一下， OMG 其实并不急，因为自己阵容往后拖是比较占优的，而且容错率比较高，太稳健了，打的仿佛是个军事局。FanPlus 现在有点想打，
因为我们看到金贡他来的是石像鬼石板甲，他如果要继续带线肯定是来个狂徒，你先是消耗我一套。对啊，他这三件套做出来了之后应该直接去 B 团了，把下路兵先带一下。对，他石像鬼石板甲就是一个打团装，他如果真的要来做什么，就是说直接来单带你消耗我一套血量，我就只用狂徒回一回，但他现在装备就是团战需要他，那个收益会高很多。 Fan Plus 需要 Fan Plus 正面需要金贡，现在这个装备是要来正面一战的。纳尔这里倒是单带装做的比较舒服，他这个单带装金贡在线上吃不消的，照这样单带肯定是要被推荐的。乌鸦现在身上三件套也有了，而且 OMG 是为了不让 FanPlus 知道自己的动向，他是直接在中插了一个针眼的，防止线眼的一个探测，他甚至秒表都没有，直接合金身了，这个打的对于一个乌鸦来说非常佛系。后面是做了一个面具，另一边我们看到林伟翔现在非常的稳健，知道有人可能要切他，他现在是直接来了一个春哥，春哥都做了，应该 FanPlus 真的很想打，他有三块秒表一个春哥，他如果再往后拖这几个用处都不大了。这几个 OMG 找人在下路蹲，这一波蹲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作用，因为其实 FanPlus 现在站住的是火龙坑这边，他们站住28分半了，要冲着这个火龙来打一波了吗？现在打一套这个位置，切两下最后一丝，开出一个大招金身，归于一下点燃的伤害，压着起身，给了一个慈悲渡魂落，这也是保住了 Chelly， 但是由于 Chelly 的血量实在太低，那火龙没了，火龙没了，沃德六刚大招也是放出来关灯用。那现在 FanPlus 有三条火龙，这个阵容就不好说了，阵容哪怕打到后面再差，有三条火龙加持，这一切都不好说的。就在前期疯狂打架的过程当中，后期两边都是稳得惊人。这边 Chelly 是刚才交了闪现，然后把金身也给交掉了，大招也交了，现在正面作战能力没有那么厉害，红多来到正面已经要开始逼团了，就大龙逼团，大龙逼团了，可以，因为 Chelly 现在没什么状态，这边好像在排眼位，后面是把红 buff 先拿下来，但是感觉 OMG 非常冷漠，也不接，他就继续去带，因为也知道 FanPlus 上路兵线不好，这里有点想找 icon 的机会，闪现一顶，这个位置留到的是一个 Chelly 是没有任何技能的，没有大招，没有金身，没有闪现，直接被这边的库尔收下，这个应该就是想强杀一个然后直接去开大龙，这一波也是连锁反应啊，库尔找到的机会，他找到 Chelly 的机会，上一波打了技能，所以这波能够找机会，上一波金身闪现全部交掉了，而且剩的大招也是交掉了，所以这一波没有办法处理。那这样的话 OMG 是选择放，这边是选择放了这条大龙，打得很快，沃德六赶不上了，直接拿下了，这个是直接打掉，下路是换了一个二的 OMG， 这里还是最终没有稳住啊，下路换了个二塔，那现在 FanPlus 可以开始推了吧，毕竟三条火龙然后大龙拿到了，现在整体经济也有5000块钱的优势，应该是可以开始推的，但是看能带出多大的一个效果。我们还要注意一点的是 FanPlus 就开始两边阵容都有一个特性，他们推塔一般，然后守线能力也一般，现在 FanPlus 加持一个大龙 buff 慢慢边推，感觉外塔都是应该能破的，但是上高能力不知道有多强，上高地感觉有点难，想要围着去推的话需要依赖左一的 poke， 左一 poke 这个时间点会发挥出来决定性的优势，但是刘青松这一手落他是没有闪现的，所以在下一波想要让落去完美的开到团其实没有那么简单，这边再把兵线处理一下，直接中路抱团，因为边推的话可能也推不进去，上路兵线还不错，这边是在旁边想找一个机会，先和沃德六在蹲，中路兵线逼了进来，守线能力 OMG 并不是特别强，放 FanPlus 这边直接推，看一下这边开到后一个后排，这边开出一个金身，我看到这边梦魇是直接率先阵亡了，两个推墙随后还在打，但是已经减员了，无状态，状态非常差，这边的话是直接被 Chelly 给收下，旁边继续拉开，这边是一个中单和打野的互换，蒙多有点无解啊，柱子顶了一下，留人继续还在扛塔打，这边虽然被嘲讽到了，但是在塔下好像一个人占三个，还在继续打，这还是一个相互是板甲，后面还要杀 Chelly 这个位置开出一个金身，这个位置感觉不是特别好走，林伟翔收掉人头，旁边 icon 虽然走掉，但是队友都已经阵亡了，可以一波了，可以一波了，直接带着大龙 buff 的兵线中路推进来，林伟翔还在，这样的话是恭喜 FanPlus， 他们真的这一场
失误很少很少，他们露出一波失误，其实欧文就能反打，但是真的失误太少了，除了在一开始对线的时候产生了一些失误，不过在后续的作战当中，基本上每一次都是等着 OMG 去开的。哎，这里没推转机，这啥意思？这还要留下进攻？他刚刚春哥是怎么掉的？他春哥好像是扛塔，然后打着打着就没了，这么真实。把 icon 拿下一个大杀特杀，但是门牙塔已经没了，反倒是给守下来了。这感觉刚才我们有点奇怪，看一下啊，第一时间飞第一时间这个金身亮的很好，左一第一波金身是扛了很多的输出，挡掉了无状态，是之前每一波都没有把金身交掉，这一波的金身非常非常关键，对的，他第一时间没有阵亡，导致队友是打了非常多的输出，但是后续身上 debuff 很多，还是配合着乌鸦的伤害烫掉了，蒙多很无敌啊，蒙多这个时间扛塔打，但是后排全部没有，实战鬼十八甲忽然就8000血了，对，8000血贼恐怖。林永祥跟过来了之后，因为都去追人了，所以他在塔下是扛了2下防御塔，差一点死。然后这边的话应该是找了一个机会过去，自己春哥甲被打掉了，有点可惜。但现在 OMG 因为被破了门牙塔就有点难了。三条火龙，虽然说经济差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在这个时间点，他们两颗门牙都已经掉了，想要防守的话有点难。哎，你觉得翻盘点有吗？翻盘点，如果他现刚才有，现在没了，因为库尔掏了金身。哦，库尔刚才是一个秒表，他现在掏了金身。哎，林伟翔还有没有机会可以找？林伟翔机会也有，但是我们注意一下，现在蒙多有 TP， 林伟翔 TP 还没好，这个眼看能不能撑到那个时候。纳尔现在有 TP， 他可以让纳尔去带，然后正面四个人在家里守着，留一个绕后眼。如果真的打起来，纳尔怒气比较好，绕后打一波，把卢锡安给秒掉的情况之下，因为卢锡安现在这个春哥是不在的，他被开到的话很大概率会直接暴毙，然后左一的话他只有一个金身，靠单 C 没有办法打。我感觉 FanPlus 其实不用打得这么困难或打得这么艺术，他们直接推就可以了，因为中路可以逼兵线，中路是有超级兵的，超级兵可以逼进来，然后再推一下线，现在库尔在旁边找机会，只要不先把库尔击杀，其实还哇，这个直接打一套血量就已经没有多少血量了，没了，上路兵线也没了。库尔的这样实在太高了呀，这边直接开出一个身上洗礼打在小五身上，这边是在帮箱挡，开出个大招，回头还要继续打最后一波，这个位置开，但是梦魇这边应该是直接要被打出一个春哥甲的，回头还要继续打，林伟强这里是没有人可以管到他。就打一下，这边再找一个库尔的位置，但是库尔身上还有一个闪现，艾康也被打出了一个出格。与此同时，冰冻在前面一个人扛在了两个前排在打。林永祥跟上来了之后，输出直接把人打退。那这边守着水晶，可以恭喜一下 FanPlus 在第一局对抗当中取得了比赛的胜利。其实这场 OMG 真的很有机会，但是这一把严格意义上来说是被库尔给单 carry 了。没错，而且自己在开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失误吧，不过我们还是再次恭喜一下 FanPlus 在第一局对抗当中率先取得了比赛的胜利。好的，那么让我们恭喜一下 FunPlus 在今天这个 BO3 率先拿下一局，现在1-0暂时领先坐镇主场的 OMG。 对这场比赛，我觉得 FunPlus 做的最好的两个点，除了说中路稳住了之外的话，是他们的打野还有辅助，他们反蹲做的非常的积极，而且每一次都能够成功的蹲到 OMG 他们的一个先手。是的，老状态，这场比赛的这个左一也是打出了全场最高的一个伤害，而且在这场比赛其实在控龙方面曲家做的是更加的到位，在这三条火龙的一个加持下，这个左一的伤害后期就真的是不得了了。对，后面可以看到在最后一波团战的时候，左一他的一个没有拉最远阿距离的伤害就能够把上路的纳尔打掉一个半血，是，而且的话其实最后一波能够看到 OMG 他们在打团的时候已经操作有点变形了，我不知道是显示 bug 还是说乌鸦他没有没有中亚的一个 CD， 当时那一波冲到人群中没有开中亚，直接被秒掉了，我觉得失误还有点大的。而且这场比赛的话，其实刚才柚子提到过一个点啊，就是在于这场比赛其实可以看到 OMG 这边有一个不太，就是做的可能不太到位的点，就是野辅的这个联动方面是不是有点今天脱节不说，而且这个阵亡率有点过于
多了那么一点点。对，十五分钟打野和辅助联动的三波，然后一起双双回家泡温泉的三波，然后双、两个人数据都有点尴尬，一个一杠三，一个零杠三。是，而且他们在第一波他们选择的点还是有点问题的。那个点的话，当时是已经十分钟了，蒙多他已经是有了一个秒表的。那个时候他们三个人去gank上单的蒙多的话，首先蒙多很肉，在骑士在塔下的话，再加上队友的一个支援，有一个秒表的存在，是直接完成了自己牺牲了自己，然后反杀了对方的三个人 ，OMG 三个人。是，其实开局来看的话 ，OMG 做的还可以，而且这场比赛的话 ，Icon 的表现可以说是也是比较的稳健。那么在对方其实对他进行动手 gank 的情况下，还能做到换到对方的这个选手，而且开局之后 ，OMG 整个的一个开局的状态、技战术的表现还可以，但是进入到了比赛前转中之后，感觉几波都有点冒失唐突，之后反而是被开局不利的这个 FunPlus 找到了机会，稳住长安的局面之后，在控掉龙的情况下，中路虽然说那一波没能够制造黄龙，但是上路的二二三四再来一次 OMG 是真的是在装备、在伤害、在整个的硬实力上真的是扛不住了。是啊，上一场比赛 MVP 我觉得应该会在打野和中单和辅助这三个人当中选吧，因为上一场比赛我觉得辅助他有一点做得非常的得当，他有一点就是下路对线，在 OMG 他们下路有了优势之后，他突然就醒悟了，他觉得小五应该会积极去游走，然后他也没有怎么去线上，他也在一直帮助中单、帮助上单，而且每一波刚好能够抓到正在野辅联动的一个 OMG。是，我觉得他是几波他的一个游走太有灵性。因为昨天是多多过来顶我的班跟右搭档的嘛，所以我昨天是看了一下，而且近期的话我看一下 OMG 这个下路选择，往往选择其实乌鸦啊，包括还有别的这个点的这些取得的效果都不是很理想。我觉得其实可以做的更多的能不能看一下教练组这个时候怎么样的让 Cherry 在下一场的话可以表现得更加的就是出色一点点，而且可以看到上一场比赛打完了之后，整个对于 OMG 来说的话，其实开局第一盘输嘛其实问题不大，因为往往 OMG 开局了这个尤其是第一局赢了的情况下，往往 OMG 会取得后两局反而是效果不太理想，所以没有关系，及时调整我觉得就可以。对，而且我觉得上场比赛我们谈一下在前期的一个 BP， FunPlus 他们是看了昨天的比赛就完全没有变过三个英雄，来看一下 MVP 是给到了一个辅助的洛一杠一杠十一的一个数据，三团率达到了86%，最关键是前期两波都抓到了 OMG 的一个打野和辅助的联动，是直接一个反手让 OMG 在前期的瞬间的节奏全都没有了。是，哇，真的是越来越帅了。刚才其实爆一个小料，一个场外的一个好玩的点啊，其实刚才我们在化妆间等的时候，唯一一个今天过来化妆的选手就是今天的 MVP。 是，他有预感他有预感今天镜头会给到自己。是的，那这样的话也是恭喜 FunPlus 今天是喜提 MVP 不说，而且是获得了第一场比赛小分的一个胜利。那么同样的话，下一场比赛对于 OMG 来说的话考验非常的大了，因为第一场比赛可以看到像刚才其实雨桐师爷提到过一点，就是干别打完了之后，对于 FunPlus 来说的话，在顶住了压力三板斧的情况下之后，后期起势之后很有机会今天可能会顺势拿下第二盘。对，但是其实 OMG 他们在之前能够赢的比赛有时候也是让一追二，一切都有可能吧，还是要看双方两支队伍下一场比赛的一个节奏。那下一场比赛的话 FunPlus 他们选边，他们是选择了一个蓝色方，不像昨天京东 Game 他们赢了之后是继续红色方，那他选择一个蓝色方的话，刚也有导播告诉我们 OMG 他们在下一场比赛的话打野是有一个更换。那打野的话下一场比赛将会进行一个人员的一个更换之后啊，其实我们已经收到了讯息是谁。 OMG 的话上一场比赛小六的表现可能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这么的稳定，但是没有关系，因为还有两位打野选手，下一场比赛的话看一下究竟是谁会上来这边征战第二场，让我们先卖个关子啊，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继续回到今天的2018英雄联盟职业联赛。